Hey family, we're here at Cheng Huang Miao. It's a temple in Shanghai's trendiest district. And right here is one of Shanghai's most well-known buffet-style eateries. Now, Shanghai cuisine is world-renowned for being light and dainty and delicate. So we have here a feast to kind of show off this quality. You've got these little pumpkin biscuits here and candied lotus roots and even this baozi that's actually a drink. And you know what they say, you are what you eat. Shanghai people too are small and dainty. And today we're gonna see a band called Tinderbox. A female vocalist, Xiao, headlines this band. Xiao means like little treasure or even little baby. And she's gonna show us how they rock Shanghai style.在用心的去演奏我们的音乐，然后也许并没有特别的做作的一些动作，但是非常自然的将我们的音乐呈现给大家。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Tinderbox 听盒乐团，然后我们是组建于去年十月份的一支新的乐队。然后但是我们的乐手都是上海资历比较深的乐手，然后大家都是之前的老乐队，然后被之前的老乐队给抛弃了，所以说我们大家几个人组在一起啊，当然是开玩笑的。然后我们几个人就是大家对音乐的理解都是非常的相近，然后大家又平时又是好朋友，然后所以说我们大家就走到一起，然后玩，我们还想再趁年轻再玩一把摇滚乐。其实我们乐队也没有什么特定风格，我们是做独立摇滚、流行摇滚，主要是这一块为主。但是我们就是会结合一些比较新潮的元素，比如加电子的，或者甚至是把一些金属的 riff， 然后结合在我们一些比较通俗上口的歌曲中，然后就做出点不一样的吧。我觉得我们应该算是听盒的风格，所以说这是我们的风格，然后。对，这就是我们的风格。我们乐队名叫 Tinderbox， 然后中文是听盒，英文的话它就是打火柴的意思，是源自于安徒生的童话中的打火柴这个故事。然后叫 Tinderbox 呢，其实是就是有音译过来，就是听的盒子，然后所以说把它简称叫来听盒，然后听盒就是我们想一种意义，就是在神秘的盒子里能听到我们的声音，然后我们就像那打火盒一样的打火匣一样打一下就能出现给大家惊喜，就给大家惊喜。歌词的创作，像前面一首歌《迷空》，它的歌词其实《迷空》这首歌。他的创作环境是非常的奇怪的一个环境，就是我也不知道躺在哪，反正就躺在一个地方，然后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出来了，我就随便在那边哼哼唱唱，然后躺着躺着我就看天花板，我就突然想到一个旋律，好像不是躺着，好像是上课睡觉，好像我也忘记，反正就想出一段旋律，想出来旋律以后，我觉得我在想这段旋律的时候，我整个人是。又是迷茫，然后又是放空的状态，于是我就想，创造一个词语叫迷空。然后呢，然后这个歌词其实这首歌是给人感觉挺励志的，但是它励志的方向就是，希望让那些原本迷空的人，最终原本就是跟我一样很迷茫的人，最终能找到他们真正的方向，能不再迷空，能有就是。就像歌词里面所说的，可能天空中一颗星飘过，就能指引他真正的方向在哪里。摇滚乐对我来说，就是我觉得就是一种很爽的感觉。像我们以前很喜欢那种重的那种啊，挥汗、嘶吼，然后对我们喜欢那种吼的东西，然后就是完全不顾一切、不顾形象，像个疯子一样的，就是能。抛开城市的一些压力，
然后就感觉自己就像另外一个人，但也许可能那就是最真实的自己，就是我觉得摇滚乐就是带给我们最真实的自己吧，就是这种感觉。